你说说你短短这几年发生这么多事情，你赶紧跟我说一下，你跟东华帝君的事，让姑姑帮你理一理。就是那一天，姑姑把我丢在昆仑虚了，然后帝君就来了。不哭了，不哭了，不哭。 奴婢知道你在哭什么，害你娘没了眼睛，丢了命的人，今夜就要嫁给你夫君了。如果他没跳下诛仙台，今日入行宫的就是他，而不是那个害了他的女人。 好了好了，不哭，咱们不哭，快！姑姑，为什么我会喜欢东华帝君？你问我，我去问谁啊？我还想问你呢。你是我们青丘孙子辈唯一的小公主，你喜欢谁不好？ 偏偏喜欢上曾经的天帝共主。东华帝君是比天君辈分还要高的，曾经的天帝的主人。你要知道，在你爹还没有出生的时候，东华帝君就已经是这天帝的主人了。我知道，司命都跟我说过。那你还钻牛角尖？ 要是道理能让人放下就好了。姑姑，那你喜欢过谁吗？会不会也像我这般没出息？嗯，有是有过。真的？这四海八荒还有谁能让姑姑喜欢？快说来听听啊！ 还是不说了，是以前在昆仑虚的时候，很丢人的。 小仙曾和殿下说过，这玉清昆仑扇本是昆仑虚的法器，可它曾辗转过几个主人，经历过什么？ 小仙无法查到。夜华，你为何刚醒就要追查墨渊上神像？这件事，傅君已经派人查了足足7万年，却没有任何的线索。天族已经尽力了。司音和墨渊失踪的事一定没那么简单。司音是墨渊最宠幸的弟子。 但他却没让自己的师父死后安葬于天族圣地无妄海，反倒是偷走了仙体。他这么做最大的可能，就是他想逆天而为，让墨渊活过来。嗯，你的这个说法我也曾想过。不过就算他们俩还活着，你也不急在这一时吧。你还是先养伤的好。我想找找司仪，就是想知道。 让墨渊活过来的法子。你想让素素也回来？太子殿下若想查到司音的下落，我倒是知道一个人，他或许有些线索。谁？白凤九，青丘白浅的侄女。正是。我总觉得他知道些什么。 我去请求一趟。现在？你忘了今天是你和素锦大喜的日子了？是吗？还真忘了。
是本君乃天竺太子夜华，求见青丘帝姬白凤九。太子，小仙这就禀告，去叫小殿下出来。姑姑，我把你的破云扇拿回来了，迷糊可曾还给你？他已经拿给我了，而且他还跟我说，你为了暂时忘记帝君让你伤心的事情，还特地去北海找人家的晦气呢。也不算，只是从天宫回来，一颗心都要死掉了。突然想起还没有帮姑姑教训少熙，就来了精神，跑去骂了他几句。姑姑知道你对我最好了，自己心灰意冷了，还不忘给姑姑出气。那当然。姑姑，太子夜华来了。我跟他二叔不是已经退婚了吗？他来干什么？姑姑，那是个负心人、狠心人，你可千万不要嫁给他。我为什么要嫁给他？姑姑可能不晓得，在你大战擎苍，还有熟睡养伤的时候，胡帝和折颜上神亲自给你定了这门婚事。什么婚事？就是和天族二殿下退婚，和太子夜华订婚。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情？姑姑这不刚醒吗？可能四叔和折颜上神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吧。